对，你要主动一点，好不好？要主动一点，你不要太被动。进来走了，过来，进来还有继续。何玉乐，不要挤上来，绕走绕走，动作，看远的另外一边，换边的。有没有看到？是不是人都过来了？雷妹，拉开，往中间带，往中间带，往中间切，射了，哎呀，站稳了。有你的，射！等下你要换何玉乐，换何玉乐，好，有没有？他在后卫，后卫。射准了，回来给，回来射。不紧张，回到中间，回到中间，回了。进来，你的准备好。站稳再射。哦，你不要带那么远，带好了，不要带那么远。进来，准备好，进来，球来，直接往球门。上去抢啊，上去抢啊！来，雷鸣，凯乐，旺旺，沟通一下，尤恩，讲话一下，来，好，尤恩下来，还没啊，快点，跑步，上去，好球，好球，很好，但是等我等你注意后面的后面的位置的时候，如果等下教练如果把你往前排，你就往前攻击，有没有到？啊、哦，有没有到？等下往前哦，啊、哦，坐好，坐好。罗文泰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射，进来，进来射，旺旺进去，再一点射，旺旺射，哎，凯乐那个谁，进来射，啊，进去，凯乐进去，射准。太快了吧！哎，金凯，注意一下，射准就有了，这样。准备哦，准备哦。总是谁？退在那边了、啊，退那边了、啊。好，上，过啊！好，再来换边，再换。加速，现在。切中间一点，防守中间一点。过啊！打开，往往看一下哪边。雷鸣，不要犹豫啊，不要犹豫，果断一点，懂不懂？
你要过就过，不要犹豫。有你的。好球。靖凯带走，靖凯带走，往旁边带走。换边，换边的，换边的。第一步就要拿回来换边的啦，往旁边拿走。抽一点，抽一点。Danny, you want this? 不要换那个谁。投篮起来，观察一下你们啊！你的，靖凯，靖凯，你拉开磊明往前冲，凯乐往前了，凯乐再往前，凯乐再往前。给谁？罗看一下，远的远的，狙跑狙跑，赶快不要退后啊！摆手 pose 啦，转身先转身先转身先转身，直接一脚射，好球！有没有看到？来了，就不用停球了。啊、哦，懂不懂？很好。雷明，有没有看到？果断一点啊、哦！来。磊明去后面，靖凯去中间。你的，靖凯来，换边传，传了，往往快，不要往中间带啦，传传直线。开远的，开远的。凯乐开远的，加速，再来放直线，换边的，去，推一点，推一点，射了，射了，快点。推后一点，哎。最后一点，你不能用手，你用脚把它推进来。再推一点，再推一点，好了。轮，好球，轮，没关系，再一次，不用，不用过来，不用过来。来回了，准备，再换。再推一点，来，推一点，来。轮退后啦。看球，看球。好 ，OK。靖凯，准备好你的、哦，一个手右边你的进去。换边拉开，看一下靖凯的位置。靖凯，你要拉开啊！靖凯，你要拉开，别在那边看他表演是啦。雷明，这时候你给他就好，不用再带过来了。哎，再传，再传，传呐、啊！射左边一点，我再换。罗，你都没有动作哎、欸。
轮，轮，你的动作嘞？然后球你要过他，你没有动作。靖凯，不要挤过去。我们来换凯乐。空间在哪里？位置不要乱掉，你们是在摆正是不是？后卫是谁？拉开近凯，拉开，换边了，换边了。好球，控了。哎，人家都抓到你要射右边了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你现在箭头 是？好，来，你去后卫，轮，轮，箭头，前面最前面，箭头。快的哎，动作快的时候，啪啪过来就起脚了，然后射的时候，在这个位置要射哪里？左中左侧网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左侧网？然后你刚刚在正面的时候，你给我射右边，刚刚那个人他没有挡到的话，就直接出界了，你知道吗？注意一下哈，然后你动作太少了，过来的时候有那球传得很好，那个是谁传给你的？旺，旺旺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你呢？你有没有再传球给他？你有没有传球给他？你都没有传球给他，你都在看人啊，有没有到？哦，去喝水。你没水。好球，一个。Come on. You know the team well. You boys all know the team really, really well.好球，一乐在传，在找人，找人。看空间在哪里，位置在哪里，传，传直线。控好，进去往这边控，射准，直接射，射了啦，大力一点呐！哎，靖凯，你是看不到吗？看到吗？然后射左边，然后射右边。不要，你怎么跑后卫了？轮准备哦，控好，靖凯，往旁边带走。旁边在哪里？又在往中间，靖凯，你又在往中间带，封路线。你在这带，看，中间出来啊，对不对？两边，来，去带。来，过去谢教练，打开了带队，来了来了，这里啊，这个教练啊，赶快啊，喂喂，来了过来，要安排哪里？开始喊。谢谢教练。还有同学，同学。赶快喊了，喊了，喊了，喊了。
来，裁判这里，凯勒裁判。来 ，Say thank you to the coach。来 ，Thank you coach。